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关汉卿。关汉卿名讳已经失传，汉卿是他的字，他是以字行事的。关汉卿号以斋叟，是大都人，也就是北京人。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首。关汉卿出生于金朝末年，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，关汉卿十分博学强记，非常有才华。可是金灭亡后，生活在科举废止、世子地位低下的元代，什么才华啊、抱负啊，全都没有用。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进退无门，沮丧而绝望。但关汉卿却善于在困境中调整心态，他生性开朗旷达，既然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，那么不妨走入世俗，混迹市井，写写剧本，唱唱戏，一样过得很开心。于是独具才华的关汉卿开心地活跃于大都杂剧创作圈中，与许多作者演员交朋友，有时候还面敷粉末，亲自登台表演，成为了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。关汉卿这位梨园领袖可是位非常狂傲有个性的人，他轻松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，头也不回地走着潇洒放浪的快意路线。他在散曲中自称，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吹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，真是狂傲倔强、幽默多智的性格自白啊。关汉卿拥有着纯熟高超的语言艺术，由于他既熟读诗书又流连市井，于是能雅能俗。这样的他写起不同人物、不同场合的语言来，往往得心应手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比如在他的代表作《望江亭》中，关汉卿写一位儒雅士子对自己夫人描述的语言：我这夫人十分美貌，不消说了，各兼聪明智慧，事事兼通，端地是佳人领袖，美女班头，世上无双，人间罕比。说得辞藻漂亮，文采风流，正符合说话人儒雅士子的身份。而写起市井无赖的语言，关汉卿也写得惟妙惟肖。比如在《窦娥冤》中，他写无赖张驴儿对蔡婆婆说的话：你叫窦娥随顺了我，叫我三声嘀嘀亲亲的丈夫，我便饶了他。正是体现了张驴儿作为无赖面目可憎、俗不可耐的特点，真是传神呐。从创作内容上看，关汉卿的作品内容丰富，包罗万象，有抨击邪恶势力、揭露社会黑暗的，比如《窦娥冤》，控诉了致使无辜女子蒙受冤屈的黑暗社会；有同情底层妇女、讴歌勇敢抗争的，比如《九风尘》，讲述营救被恶棍欺骗的风尘女子；有描写战争风云、颂扬威武英雄的，比如《单刀会》，讲述三国时英雄关羽单刀赴宴的故事；有倡导高尚道德、推崇执着精神的，比如《裴度还代》，讲述唐代裴度食饱不寐，因而救人性命的故事；还有拥戴贤明君主、赞扬公正清官的，比如《西蜀梦》，刻画了三国时刘备讲究义气、具有血性的君主形象。关汉卿真是创造了一个宏阔丰富的戏剧世界呀。好啦，关汉卿就讲到这里，他的代表作《窦娥冤》后面的视频中会详细的讲解，现在就快去做题拿金币吧。